讨论，但是各位你嘛爱练习讨论，像你即马听我讲，转去你家己去想，你变怎去甲领导人解说这个母爱的道理，你尽力去做你就好啊。同就咱方向正确啦，向外求，那是痛苦；向内底净化、消除我执，才是快乐。方向咱抓到啊。啊！但是你的囝要去追求成功，你的查某囝要去追求水，你也感觉你足可怜的啊！真正水是迄个不生不变的，永远的水。咱智慧、咱的慈悲，不是外表，外表更加水，将来嘛是老去啊。但是你爱去甲讲，所以各位文殊修，你爱去讲法行，不是干那看、干那听，你变那去表达。那是你已经多一天，你已经进入无我啊！哇！你跟他走路就是在空性裡面，就讓人感覺了。所以跟他佛菩薩的形象看起來我們歡喜，不是水跟壞，是因為他進入空性，所以我們很愛拜這樣。他就連了顯現那種的形象。第二，通俗性的乞丐就是心相續條路。什麼叫做條路？叫你不要想起，你就不要想起，那叫做乞丐。叫我不能煩惱就不能煩惱，叫我不能執著就不能執著啊，这叫做乞丐啊！爱安住伫个母爱的状态，对，爱安住伫个慈悲的状态，迄叫做乞丐。简单来讲，控制家己的心吗？保持正念，保持一个菩提心的动机。啊，你有法度敬主人，敬主人，迄叫做乞丐啊！啊，你爱一直练习吧。所以各位，你要为着要练习乞丐，啊，你要有境界，甲你靠啊，对你好，如如不动啊。富贵不能淫，威武不能屈，对不对？那你要有这个环境。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，哦，开始磨练你啊。那你要有这个想法。所以为着要让自己啊能够调柔，而且能够不离悲心，所以各位要承担众生的事业啊，你要开始去磨练。所以哪一天你的心就按照菩提心，叫持戒，离开菩提心，离开空性，那就犯戒。但是至少我们现在先断恶修善，向这个方向。第三，通殊性的功德，就是古有了义之心。所以各位，不管你行到什么所在，你想什么，拢想着别人好。啊，我今日来麻豆，希望经过麻豆的人事物拢圆满圆满，开车拢平安。你只要乎你看到，啊，伫车顶，大家拢平安；车内底人，大家拢信任过，每一间厝哇，拢得到快乐。也过年到啊！啊，希望这台空气好，你要一直想有这个心态，利他的心态，那边呢帮助众生，劳逸，所以永远在想说，我活着的创开就是要去帮助世界，帮助别人，不是要利用别人，希望对别人辛苦要得到什么，你要对我好，你要给我钱，你要满足我，那这是自私的，不怪你要排名还艰苦，所以各位，你好命排名，你现在自己了解。歹命为得来，啊，就对别人歹；好命为得来，啊，就真心对众生好。啊，你就改变你的念头，你就改变你的命运嘛。啊，所以绝对不是为了这个啊个人自私的动机。所以各位要想讲，一切你起码要给他拍，我嘛是要对你好。哦，希望你吸着我的辛苦，你对着我的功德，安尼来修行呢。就算红拍迄阵呢，虽然辛苦会疼，心袂疼，了解吧？搞不好这代志就过去啊。啊，不然啊，有所求，那就是烦恼，就是痛苦，那没必要过一种的生活。所以，安尼就功德，连创开嘛咧帮助众生，创开嘛慈悲，任何一个念头拢是要帮助别人，帮助众生。虽然咱无多奉心啊，很尼济啊，因为我等下想，大家牛拢可以超度，活条的拢过着快乐的生活，希望因的主人就好，还饲牛的人嘛，赚大钱以后感恩牛。你要点来你去想啊，那这个叫祈愿，祈愿，祈愿众生。新的一年，它叫祈愿。这是通俗性的告言，就是有法度经常观察自心。所以说你要帮助众生，你只要这个灯啊，光光，迄黑暗就和你消灭去啊。你要观察自己的心，有伫个信任个空性，绝对的信心、慈悲心无？你的心有伫个菩提心无？你要一直观察家己的心，因为你观察家己的心，就袂去走去。咱利用目后的境界，借事磨心啊，就这个代志来磨练咱的心嘛。所以我想，
生命的丰富的经验对我们有帮助。所以别人的事情啊，你要当作自己的事情，这人离婚，这人好业，这人怕死去，这人得癌症，那你会怎么想？不但你怎么保持这个念头来接受这个境界，你还有办法用什么方法去帮助这个境界啊，因为心决定一切，所以咱来时时刻刻关照家己的心，心未使离开真理，诸行无常，诸法无我。啊，这真理你已经知影，啊，你这心有离开真理无？所以法归法，这个鬼词叫咱信因果，了解空性，啊，大慈大悲。那你的心要按照安尼去走，这个叫归法，真正的皈依啊。第五，通俗性的对地力。就是了知一切法皆无自性，安尼你就袂去艰苦。对治就是讲对治烦恼，啊，对治痛苦，免啦对治。对治就是干呐，巴肚痛咧食，巴肚痛药啊，对治。啊，你就会去剥掉诶。一切法，即马多定是查甫、查某、名利、财色、名食、睡哦，地角天天道啊，这个六道呢，拢是因缘幻化诶，所以唔通去剥掉啊。所以你执着这个身。啊，你嘛就善业，业嘛会乎你受苦。啊，你行恶业，啊，你就卖做恶业，恶业的因就好啊。啊，就算咱即摆已经得癌症啊，这个癌症嘛是一个感受，所以各位你爱定来去想哦，去病院，哈尼一个人咧艰苦，你想我就是伊，啊，我免咱卖艰苦，哦，有一条心，我要活落，我不爱听，所以哈尼艰苦。啊，咱呢，咱一心念佛，念般若心经，那是观修空性，不在你啦，因为咱就爱会境界。现在人在跟你骂，我不会想起，而且一定要骂你，我对自卑，就这个境界，啊，现在就没多少，就一定要去用破流声啊，啊，所以可能要十点钟就听，啊，你越怕听，你越听，啊，所以你要这样观想，啊，所以现在要怎么救自己，那或者一心念佛，不要去想着听，欸，结果把酒拿起来，那人不会跟他走啊，哦，原来连观世音菩萨不可思议啊，啊，那你最符合，无所求的，因为你要接受一切了。所以各位，你要跟那里诶供地鼠同款，不应该有的念头拢未使有，不应该有的行为拢未使有，应该做爱去做啊。那但是你唔能去剥掉一切，去卡掉一切，所以一世人清清净净啊，个呐莲花，莲花没有污染一切啊，因为未去剥掉，因为一切法拢是永远存在，迄拢是一个做乒乓的幻化存在。啊，自性就是不变的，啊，根本都无一个不变的，啊，所以你爱什么？老公，你永远爱我，你给他骗，啊，这世间没有永远爱，没有恨呐，那是换一个立场安尼而已，换一个立场，换一个形象，你都无了解啊，啊，啊，你要去定来去对治观察自己的心，对啊，对治自己的五执，啊，唔通我造出来，那要出来是自卑心，对啦，通俗性的行为就是跟世俗人无同款。所以现在你要吃菜自卑啊，那不能戆戆，那不吃吧啊，现在你要出家快乐啊啊，够好多奉献啊，出家都自己都无什么个人的财产、感情、名利啊问题，亲戚朋友是一个阴面，就这阴面呢，小自卑心不稳，不是执着，不是执着啊，而且就这个机会，那释迦牟尼佛爱咱，跟人无同款。挂念珠，各位你手下一定要提念珠。啊，你想要挂念珠，挂念珠就是咧念佛啦，啊，要断烦恼啊，要慈悲众生啊。因为世间人拢以唔对为对，所以世间人拢咧追求快乐，拢咧制造痛苦。咱台湾阁算真好，就全世界才讲食素食点统治啦，啊，食素的人统治啦，啊，拜佛的人很虔诚，而且我们是大乘佛教，啊，接受解脱道。接受大乘，接受藏传佛教，拢好，反正就是一切法帮助众生的拢是佛法，啊，让大家就有福报，啊，但是唔通随波逐流，啊，所以各位你今麦十八岁，请问十八岁爱谈恋爱面，无需要，何必呢？何必遐艰苦呢？啊，你要去思维，我想老要谈恋爱，啊，你结婚啊，无需要生囝，阮家弟认养两只。啊，好，你是要鸵鸟，还是要麻雀，拢不在你啦。啊，你唔通执着迄个相，别人生，因老母去用台戏啊。哎呦，这痛苦啦，这痛苦，我退气啦。啊，以自卑为动机退气啦，唔是为爱念为动机啦。
所以咱的想法跟世间人无共款，但是无共款是因为自卑，因为对方无了解，所以我做完的是要互伊了解，安尼有重要无？所以讲，我希望各位就从我安尼讲，后摆就你家己讲，那后摆呢，办法会卖跟他听我讲，一人讲一条，用抽签的，看你有去思维无？你无要紧，你凊彩乱讲嘛无要紧，人嘛知影你乱讲，嘛袂叫你骗去。知影唔对就是对啦，了解吗？知影这人唔对就是对啦。所以你讲乌讲白话，刺激大家思想，安尼就好啦。但是你要有思维，有体证，啊，你若干那听，啊，跟我无关系。这个物件你要藏在你的心肝，藏在你的生命。啊，我安怎做？阿底峡尊者，他叫菩提心教父呢，菩提心呢。阿底峡就代表菩提心呢。啊，你要修菩提心，你当然要亲近这个神地性。按照伊个教法，安尼去实践，很多人很多人尊敬伊，啊，所以各位，那你就要去一直跟他咧食物件，食，从各位都要食，起码搁咧消化呢，搁咧消化呢，暗时才会放出来呢，搞我明仔再去，歹个这个白天，好个一个吸收起来，对不对？变成你的营养，所以你都要食到个物件，起码已经变成你的目睭啊，变成你的嘴啊，变成你的窗口，因为它会。它会圆满你整个身体的需要嘛，所以咱来讲，哈，你这物件，同样的，你听文佛法，你咧研究经典，你要从经典的这个法吸收伫你的生命，那吸收伫你的生命，产生力量去帮助众生。啊，就讲哦，我今天我是一盏灯，给我水，给我阳光，给我空气，产生光，这个光我是要照亮别人的。所以，我们得到佛教的精髓，一心念佛。佛的悲心啊，平静啊，然后呢，希望大家从我的生命里面，语言、行为、态度而得到佛光。所以，我们是为了给对方，为了给对方，那为了给对方，才符合大悲心。如果今天你听闻佛法，只是为了对治自己的烦恼，阿弥陀佛，卖烦恼，卖烦恼，卖生气，今年还给了世界。当然，如果你是为了成佛度众生还好。如果当时你想到生命很苦啊。那错了，当下的功德你就忘了。我现在在念佛，马上就在改变这个世界，所以那每一个人都在改变这个世界，时时刻刻，因为这缘起的世间互相的影响，不可能单独存在。所以咱的念头，咱一个善心，一个慈悲心，马上这个世间都一定在改变。这是咱今日来这目标，希望所有的动物，希望所有死去的动物，希望所有的真侪人来参加放生，伊嘛是讲。老爸往生，所以来往生啊！因老母咧破病，所以来参加放生。大家拢有一个世间的目标，无要紧，咱满足伊啊！所以咱安尼做对自悲，希望伊身健康、身发财，然后呢，去进一步个发到了解真理。所以我们两个都要融合在这里面。护持生命电视台，就有如在护持十方三世一切佛法僧三宝，所以期望各位把生命电视台所听到的教法运用在您的内心里面，达到无我的空性，达到慈悲利益众生，更要随时收看，随时护持生命电视台，就是护持三宝。护持账号1996523219965232，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。海涛法师弘法行程，1月14号至1月17号，新加坡弘法之旅。1月15号星期三上午8点半，新加坡九华山报恩寺八关斋戒。1月16号星期四，地藏菩萨殊胜功德日，善行与恶行成一亿倍。上午10点，新加坡九华山报恩寺弥陀祈福消灾超荐法会。
27号星期五。